大家好，我是 Heidi。 俗语都有话减肥是女仔的终身事业，计我话呢减龄都一样啦。有边个唔想望落去比自己真实年龄细啦，一路 keep 住童颜呢就最理想㗎啦。咁所以好多位呢，例如额头啊，跟住眼角啊，法令纹呢，都系出卖年龄嘅艳仔嚟㗎。如果我哋等到一个皱纹出现啦，皮肤松弛嘅时候先至諗方法去补救呢，已经太迟啦。你会用嘅金钱啦、气力啦、心血呢都会多好多嘅。咁所以呢，其实喺我20头开始呢，已经系好注重去抗老呢一件事㗎啦。尽量用一啲嘢呢，令到自己唔好咁快俾人睇得出我嘅年龄啊。去到而家30中呢，呢度完全都唔系话好多火车轨，我咁样上去咧都唔会一条条坑嘅话咧，我都几满意嘅。而喺预防肌肤老化呢一层咧，我都有少少心得嘅。点样令到受损啊、衰退咗嘅皮肤细胞变翻年轻啦，系有弹性啦、好饱满有光泽嘅话咧，其实好重要嘅一环就系修复啦。所以点解咧咁多牌子佢哋出嘅抗衰老产品啊，或者我成日提及去拣护肤品嘅时候，都好着重喺修复力啊。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介绍我上个月用嘅一 set 產品啊，佢哋咧就係 Doctor Wu 嘅逆龄修复双精华组合。首先系呢个超逆龄多肽修复精华，你会见到里边个质地咧系超级浓厚嘅，跟住系一个白色嘅水乳状啦，但系唔使惊噶，佢一推开好滑啦，同埋见唔见到啊？极速俾皮肤吸收咗噶，佢系完全冇油腻感啦，唔厚重啦，冇一个负担感噶。呢一边系我原本嘅皮肤状态，然后咧呢一度搽咗好少咋，已经系即刻平滑咗啦。咁但系佢冇一个成膜感噶，除咗质地，佢里边嘅成分都好劲噶。佢系有三大顶级真稀植水啦，都系一啲喺极地生长嘅，咁所以佢嘅修复力、再生力咧都系好强啦，系针对翻抗老嘅功效咧，可以做到提升紧致度啊、细致度同埋光泽感嘅，然后叫得做多肽咧，里边系有三大高效性肽嘅，咁成日都听噶啦，性肽咧可以激活翻胶原蛋白嘅合成啦，咁跟住系撑翻起我哋嘅肌肤啦，令到嗰啲细纹咧可以抚平翻啊，里边咧系有个氯性肽系可以帮助减淡一啲动态纹噶，系啦，咁所以点解用完佢之后咧，你会 feel 到个皮肤咧系平滑咗好多噶，仲有样嘢好吸引咧。就是 Doctor Wu 佢哋想睇下呢一支嘅抗老效果啦，揾咗专业嘅机器去实测证实咧，连续使用7日个皱纹咧系可以减到45%，系接近一半嘅水平噶。咁所以咧，佢个功效咧系可以媲美到一啲拉提 facial 嘅效果噶，同埋里边好罕有加入咗个成分叫做极大螺旋藻，系可以减缓光老化嘅。但系最最最重要嘅一点咧，佢成分好劲啦，跟住听落去好高效咧，佢系好温和噶，里边系冇酒精啦。冇香精、冇色素，亦都冇 paraben 类嘅防腐剂，全部都冇嘅。咁所以敏感肌嘅朋友咧都唔使惊噶，佢系一啲都唔刺激嘅。我呢一个月咧系经历过去旅行啦，跟住转季啦，又落雨啦，又热啦，又潮湿啦，又干燥咧，一路用咧佢都系 OK 噶，冇问题嘅。而双精华嘅另一个成员咧就系 Doctor Wu 嘅角鲨润泽修复精华油啦。作为一个 facial oil 派，佢一直咧都系喺我嘅爱用排行榜名单之中噶，因为佢有精华油嘅修复力，但系完全一啲都唔会厚重嘅。当中嘅成分咧，我见到系有法国高浓度植水角鲨烷啦、三重真车精华油、Q10 同埋维他命 A 之。用佢除咗做到即时润泽保湿之外咧，佢仲有非常之好嘅锁水力嘅，可以健全翻皮脂膜啦，修复肌肤屏障，一次过改善到绷紧啊、干纹或者系粗糙嘅问题，同埋咧佢都可以促进翻胶原蛋白嘅增生啦，增强翻肌肤嘅新陈代谢。我最中意系佢个质地咧，每一次用都会惊叹噶啦，佢嗰种吸收啦、渗透嘅速度咧系唰一声噶，佢系完全唔会有局促啦，或者系油腻啊，或者是黏粒的感觉的。如果你用任何油都是觉得有种油腻感啊，怕了的话呢，是真的可以试下这一支的。好像最近我去日本啦，同埋长期开冷气的情况底下，你都可以用它代替面霜呢去做一个最后锁水的步骤的。又或者
我好中意咧，系敷完面膜，将佢加滴搓开佢印喺面上边，除咗可以做到锁水咧，佢系可以锁住有效抗老嘅成分噶。咁所以点解咧？我会话佢哋系孖宝啊，两个孖住一齐用咧，你就可以将呢个逆龄抗老嘅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咧，系做到最好噶。而眼周比较脆弱嘅皮肤就要靠 Doctor Wu 嘅超逆龄多肽修复眼霜啦。眼纹咧系最易出卖年龄嘅二五仔嚟噶，咁所以里边咧系有双波紧致性肽啦，同埋极地冰河珍珠花，可以有效将个修复力咧系注入翻我哋眼周嘅皮肤啊，俾大家望下个质地咧，亦都系非常之轻噶，佢又系好容易吸收噶，你见到一推开咧系好滑啦，跟住之后唔会油淋淋，唔会立黐黐嘅，完全冇负担嘅。我用咗咁耐咧，都系冇出过任何油脂粒嘅，日用夜用都 OK 噶。化妆前用佢咧都唔使惊话嗰啲粉底啊遮瑕膏会上到一笪笪嘅，然后夜晚用咧佢都够力噶。咁所以如果你系想搵一个日夜都用到嘅眼霜嘅话咧，佢系非常之唔错嘅选择嚟嘅。而家是3月4日的夜晚，我在日本啊，咁我就查翻个精华先。呢、这个礼拜用的感受咧，就是佢好好吸收，比我想象中咧更加好吸收。然后就查眼霜，在日本呢度咁干咧，用佢系啱晒，我会用晒成瓶。好快就已經吸收了，一啲都不會有。所以可能去韓國啊、日本啊呢啲咁乾燥的地方咧，絕對是我冇帶到 cream 過嚟噶，完全冇咗油的感覺啦。已經早晨啊，過咗一晚之後咧，你會見到個皮膚是不是很飽滿啊？有光的呢一邊咧，好有光澤啊！呢一個咧就是用護膚油去代替 cream 咧。如果是乾燥天氣底下，是會有呢一個效果的。呢個月裏邊，我主要用佢哋最深的感受咧，就是皮膚變得很有光澤啊！因為就算我未搽 skin care 咧，都不會暗沉啦。你明白的，如果是乾肌加輕熟肌咧，嗰啲面頰的紋理咧係幾明顯噶嘛。但是而家是平滑了很多啦。咁同埋用呢一個眼霜咧，我去上遮瑕膏是会贴啲啦，冇咁容易显光纹咧，我都觉得系好好噶。我自己都好惊一啲抗老嘅产品咧，佢系滋润啊，但系好厚啊、好油啊、好焗嘅话咧，咁所以我觉得咧，呢一个 Doctor Wu 嘅逆龄抗老双精华组合咧，系非常之好噶，喺质地方面咧系做得好舒服啦，完全唔会觉得焗促嘅感觉啊。咁所以我觉得系特别适合一啲你入门嘅，啱啱想试一啲嘅抗老产品啦，但系又怕唔适应啦，或者是你用过一些有不好的感受，不敢再用抗老产品的话，你真的可以试下这个。如果对今天介绍的 Doctor Wu 产品有兴趣，所有资料我会放在 InfoBox 的，大家可以去万宁或者 Doctor Wu 的官网那里买。然后如果你在官网落单用我的优惠码 Heidi 的话，还有9折的小小的观众优惠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啦。是的，我们要继续加油努力去变后生，希望今年35、36、38去到40岁都好，可以 keep 翻这个样子，我已经都很满足了。记住我们要冻龄再逆龄的话，这个是终身目标来的。是的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这条片，如果喜欢的话记得给个 like 和 subscribe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会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的3点和星期日的12点，我们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